我说几句啊，李市长，别那么大火气啊，有几个基本的情况我们要搞清楚。首先，这个苏难认识我们正副市长吗？哎，你问了吗，王部长？哦，我问了，谈不上认识。那就应该排除我们对自己的同志的排斥和怀疑的情绪。韩江副市长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这我心里有数，我可以打保票。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舆情事件，说两句难听的，用不着这么大反应，还说要找人家谈谈，啊？反倒欲盖弥彰，黄泥巴掉裤裆里的，那不是屎也是屎了。这是我的态度。好玩吗？今天特别好玩的，我都饿了。走，吃东西去。张老师。苏娜。 哈哈，我是即将大学毕业的，我听过您的课。这是你女儿啊，真好看。你好，阿姨。你好。孩子饿了，找个地儿吃个饭吧。他吃他的，咱们聊咱们的。好，那坐我的车走吧。爸爸，我们为什么要坐苏阿姨的车啊？车呀，妈妈开走上班去了。啊，走吧。啊，看看来说说吧，大家都是什么意见？这我说两句啊。 我是学传媒出身的，大家应该清楚一点。这个画面啊，比逻辑它更有力量，更容易诉诸人的情感。咱们大家现在冷静下来，客观的来看看这个画面啊。咱不带情绪的看啊，大家看看现在看到什么了？啊，一个浑身是泥的副市长，手里拿着干活的工具，两个撑着伞、穿着白衬衣、蓝西裤的市委书记和市长。 干活的副市长身后是干活的群众，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身后停着一辆轿车。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这种事儿啊。你看现在天底下谁他不能骂人呢？这个烂尾楼，你说几年他没搞好，老百姓骂咱们，那也是活该。但是你看这个画面，他这个破坏性太强了，老百姓看了会怎么想？是不是？反正。 你们的心脏要是够好的话，你们就往下看看那个评论区，我是不敢看。干脆把解决烂尾楼的问题也交给韩江副市长算了，他就知道什么叫头疼。来吧，大家都拿手机呢，咱们看看这个所有的这个留言啊，评论，我看看有什么能吓着我的话，大家都看。 说我外行就算了，我没当过市长，当然是外行了。你这话是客观的，谁都有外行的时候。我没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个外行爸爸呢，现在不也挺内行的吗？来，慢慢吃啊，咬几口。你不能不了解情况就报道。不了解情况？你了解什么情况？ 人家说别人外行，我是管环保的副市长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必须得这么做。我跟着大家一起干活，那是因为下雨了。我是担心啊，垃圾的渗出液随着雨，它进入了土壤层，破坏地下水。啊，廖书记跟李市长到现场听了我的汇报之后，马上调来了雨衣跟挖机。市委副书记陈威同志还准备了姜汤和饭菜。没有他们的支持，靠我一个人行吗？什么叫做带来一丝希望啊？ 你这个话呀，主观性太强了。我是个自媒体人，一个博主。我说话有自己的观点，不行吗？您是个老师，难道不允许其他人发表不同的意见？我们允许发表不同意见，但是要事实清楚啊，不能片面。我了解事实，事实就是那栋烂尾楼里的住户花了三代人的储蓄，就住在透风的房子里，没电、没水、煤气，没人扔垃圾，没人管，就那个垃圾堆。 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回避，可是您现在再去，他们会提着垃圾走一公里扔到垃圾站都没有人，再会扔在门口了。他们是知道好歹的人。我这儿有他们这几年写的提意见的材料，家家户户都签过字，你要不要看看？用您自己的话说，看清楚事实。
我住在过那栋楼里，对那儿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丝希望。我敬爱的郑市长，这句您看看。 你没说过他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可是教授啊！你站在讲台上，哎，你仨小时不打草稿，你没说过他。好好，我这情况是这样的啊，会议室都在磨牙呢，廖书记让我们把10000多条留言都看了。你看看，一会儿从会议室出来，眼睛也红了，牙也磨没了啊！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啊，我在这盯着。 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虽然搬出了烂尾楼，但是烂尾楼的很多事情没有解决。那你这样做呢，也是伤害了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的自尊心。据我所知，烂尾楼啊，牵扯到很多的法律问题。那处理这件事情，它需要时间，它需要法律条文的支撑。廖书记在积极推进这件事情，我呢，也参加了住建委的会议。 为了那些没搬走的用户，也为了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的积极性，我拜托你高抬贵手，把视频撤了。我不撤。你必须得撤，你不但撤，你还得说清楚，因为这是事实。虽然跟你了解的事实有出入，但是它真实发生了。我们在努力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，这不是怕麻烦、不闻不问。 那要是李市长和廖书记跟着我去铲起先头，这就是好干部了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大家各有分工。你可真会替他们说话呀！没有他们和我们这种说法，骂人容易，踏踏实实干事就难了。我知道你嘴比我巧，我不跟你辩论，但是。 这对他们不公平。对住在烂尾楼的老百姓就公平吗？我不谈了。大不了我这个外行副市长不干了，下台回学校当老师没关系。但是你作为一个自媒体人，利用平台发泄个人情绪，我不能接受。小耳朵，吃好了吗？ 怎么样都看得差不多哈，我看了啊，但是不是那么全啊，基本上都了解了。我想到了一句成语，叫任劳任怨。任劳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任劳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活儿啊，你不挑，你不拒绝，把每件事儿都做好。任怨是什么呢？任怨是任凭所有人去抱怨。 去指责你，说你也好，骂你也好，把那事情做好，你不能扰了心神呢，是吧？那过去有人说任劳容易任怨难。你看这里面这个转发量20000多，
啊，评论是也都上万，这就跟我们商量一下声动党课嘛，是吧？行了，散会吧，回家过周末吧。哎，这大周末了，我们一大早起来就给薅过来挨一顿骂，这哪是一顿呢？10000多顿。